你可知道这张李锦记包装纸大概是什么时候印制的吗？60年代初，香港的电话号码是5位，后来人口大幅上升，很快就增加到6位。此后，直到1989年，香港电话实行地区字头制度，香港岛、九龙、新界的字头分别是5、3、12。这张包装纸上的李锦记电话号码有6位数字，不过没有标明地区字头，由此推断应该是在60年代中之后期印制的。